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小动作，只要你认真的去做，让我们远离腰疼屁股疼。到了入冬以后呢，所有的人啊都会出现腰总感觉不到不适，还有一些人感觉到屁股疼、屁股酸啊等等等等。其实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呢，如果你发现腰部有问题的时候，不光是腰部的有问题，还有一些人说自己啊屁股疼、屁股酸，甚至呢大腿的这个后面，包括脚后跟都是感觉到不舒服啊，您不妨呀做做这个小动作。这个小动作呢就是叉腰，把腿向后抬起来，坚持一个时间啊，比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你可以坚持个50秒钟，也可以坚持60秒，也就是说在1分钟左右吧。那么很多人说叉腰这个动作呢我做不了，那你家里头啊，你找这么一个小台子，然后把腿啊向后就这样抬起来。好，从侧面看就非常的简单，你一定要记住膝关节要绷直，身体挺直，眼睛啊你就朝前看，坚持这个时间段。这个时间段呢就是1分钟或者是2分钟，左边做一遍啊，然后再换右边做一遍，基本上做够2-3遍之后，让我们啊就可以远离腰疼屁股疼。